这支影片教您如何将音乐档案透过 Mac 电脑传输至手表。首先，请确保您的电脑有安装 Garmin Express 应用软体。若尚未安装过，可以至 Garmin 官网下载并安装。如有疑问，可以参考安装 Garmin Express 的教学影片。接着，使用随附的 USB 线将手表连接到电脑。开启安装好的 Garmin Express 应用软体。选择您的装置。若是初次连接，没有看到您的装置，选择新增装置并依照指示完成新增。进入后，确认上方手表已连线即可。接着，开启 Mac 电脑内建的音乐。在左方资料库清单内，可以找到您电脑内的音乐。建议您可以先建立播放列表。在播放列表按右键，新增播放列表。完成命名之后，再将歌曲拖曳至列表内。按右键可以移除歌曲。可以拖曳歌曲进行排列。或是加入新的歌曲。回到 Garmin Express 进入音乐。左上方 iTunes 资料库是您电脑上的音乐档案。在播放清单勾选先前建立的清单。点选下方传送至装置开始传输音乐。传输完成后，即可在下方手表的清单浏览您目前手表上的音乐。您也可以勾选歌曲，将它从装置移除。